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继续玩《监狱大佬 VR》。《监狱大佬 VR》是一款以制作和交易为主题的游戏，利用监狱牢房的小规模来带你领略监狱的风云。为狱友制作香烟、酒，还有饼干，制作东西越多，声望就越多。我们开始玩游戏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把监狱的这个桌子进行改变一下位置，里边的桌椅都可以改变位置的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交易和工作情况。烟草库存九个，价格2元。纸箱库存7个，价格8元。纸张是库存3个，价格4元，价格没变动，但是库存少了。还有金属，还有锤子。我们返回。我们现在工作完成第一个，有5根香烟完成了，而且还多做了1根。6根香烟相当于，1根香烟8块，我们能挣，除了解锁任务之外，还能挣8块钱。好，解锁 ，OK， 能获得什么呢？只有1盒烟草，太坑人了！我5根香烟就换了1根烟草啊。这个谁需要10根香烟呢？代号是，我们看一下，离近看一点，齐格马尔大大的要求，齐格马尔大大要求，这是代号啊，在监狱里边只提代号。他的真实名字是什么呢？看一下，内德，对，内德比较喜欢抽烟喝酒。交易，他需要10根香烟，10根香烟呢，我们要需要，起码需要5张白纸和10个烟草，这样钱不够，我们把这个桌子打包卖了，然后换一个便宜的纸篓，这样便于买物料，不然原料没有。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有米，你怎么做米饭？对不对？首先要有原料。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卖掉，通通通通通通卖掉，只留下原料，再买一个便宜的桶，垃圾桶啊，桌子还是比较贵的嘛。好了，我们买空所有物料，但是买空也不够啊，它毕竟只有3张白纸，我们需要起码5张，也就是今天晚上是完不成任务了。不过还有明天晚上可以继续交易。纸来了，3张白纸，还有一个纸箱的，就是我们的垃圾桶。垃圾桶还需要买，你说在监狱里什么都得买，和在社会上是一样，1分钱难倒英雄汉，没有钱是不行的。好了，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晚上时间，晚上就属于我的个人时间了。现在要想致富，就要勤劳，白天晚上都需要干。没有特长，没有专才，是很难混的。现在我在监狱已经学会了制作烟草、写小说、制作果汁，还有制作酒。还有什么呢？对，蛋糕和饼干。在我们还有一个植物是吧？我们这个监狱大佬已更新到第17集了啊，前面玩了16集。如果还没有看过前16集的，可以看一看前面我们制作哪些好玩的东西。现在是4号监狱，还有一个大佬模式。我们前面玩的是1到3号监狱。好了，我们藏起来。这个筐子还可以吧，臭臭乎乎还能用。来了，差一丢丢啊，刚才我听到脚步声了。当灯光靠近的时候，说明非常非常近了。关键有时候他们走路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，有的快有的慢。上次就被那个爱抹口红的女狱警给抓到了，
他走得非常快，趁我没注意的时候就来到我身边了。这个监狱的透明性有点差，不如一号、二号啊、三号看得清楚，那门比较小，而且啊，这个狱警来的速度会快。你看到了有，如果不注意观察灯光，又被抓到了。看看今天晚上够呛能完成了，已经五点了，凌晨五点了，又来一个狱警。隔几秒钟一个狱警，看了吗？太快了，所以第四监狱难度有点大。但是作为一个监狱大佬，这些问题应该都不是大问题。哎呦，掉了！最近天气变冷了，小伙伴们注意多喝水，多穿厚衣服，不要感冒了。你们发现我现在制作烟草的手吗？是有点抖。就太冷了呀，你看又掉了，手不是很灵活了。而且最近我的鼻子，这个鼻子感觉感冒，有点鼻音，你们听出来了没有？鼻音还蛮厉害的。好，我们交易纸张五个，3块钱，价格便宜了。原来我们买的是4块钱一张，现在是变3块钱了。纸张的价格幅度还不是很大，因为毕竟很便宜嘛。现在只有4根烟，还有半根没卷好，那我们需要买完成内德需要的10根香烟的任务，那就需要买5张纸，然后买烟草全买吧，还有8个烟草，一盒是4个，我们把烟草卖掉，把香烟卖掉，看能否够了价格购买原料的。还能多1块钱。好，加上我现有的香烟烟草，应该可以完成任务。1块钱，我们先把所有物料摆好，这样能大大提升晚上的时间，节约时间为晚上做烟草卷烟，做好准备工作。但前提就是这个烟草做起来太费时间了，而且不出活，你发现了吗？不如写小说，写小说贵，而且还一晚上能写个7-8篇。这个烟天一冷，这个手也发抖，制作这个香烟的速度更慢了。离开，好，我们继续。就是在监狱待时间长了，估计这个是容易得这个什么帕金森的，手老是抖卷烟。特别是以前玩这个绳子，还有这个制作酒果汁的时候，还要甩手，不断的甩或摇晃。蛋糕也是需要搓，我估计再玩一段时间，这个手就更不听使唤了。幸好我们也快玩完了这个已经玩到10号监狱了，4号监狱我们再玩几集，然后进入大佬模式，这个监狱大佬就彻底结束了。不知道你们还想继续看不看？想看的多多评论、点赞啊、关注、收藏、分享。好，我们把藏起来。今天的物料有点多，恐怕这个会露出来，担心会被狱警抓到。能否躲过这一劫呢？好，来狱警了，不好，是否被抓呢？我们敬请期待下一集。好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记得关注雷哥，带你玩遍所有 VR 游戏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